快扶我起来。你没事吧？你身上好脏，我帮你擦擦。别碰我，你身上太臭了。喂，搞得跟你不臭一样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洁癖，这就尴尬了。你在找什么呀？手机，手机。估计是找不着了。你瞪我干嘛呀？我不是也掉进来了吗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你追我，我也不会掉进来。所以，咱俩扯平了。你可以先报警啊。可是我手机没电了。你还真是把没用这个词发挥到了极致啊。喂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就只有你和我两个人，就不能先摒除旧怨，握手言和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你今天做的错事我一律拒往不咎。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我身上没有你要的东西，你要是想占我便宜的话，你就跟我直说好吗？谁占你便宜啊？你不要太瞧得起自己好不好？行啊，我就要你身上这件衣服，你脱下来给我呀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？我跟你讲啊，识相就离我远点。如果你要是再跟着我的话，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作为一个女生的名誉跟尊严。人可以走，东西留下。你疯了？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？你省省吧。我高中的时候可是练过举重和摔跤的，虽然现在瘦下来了。现在说话很奇怪，但是你一个小女孩，难道要对我一个大男人在这荒郊野岭的来硬的不成？里面的东西呢？送人了。什么？不过人家又退回来了。然后呢？你到底要那个干嘛呀？又不值钱。什么不值钱？那个对于我来说价值不菲，好不好？你到底放哪儿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说了不在我身上，有本事你就搜，搜出来算你赢。行啊，如果我搜不出来，我现在怎么对你大个十倍还回来？你来真的呀？什么？周氏被辞退了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大概几个小时之前吧。哎，你就是李明成啊？对。哎，这个是你的房间，特别的优惠，是周氏帮你争取来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明成。打个电话给周氏吧，问问怎么回事啊！啊，快打一个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还关机了呢？关机了。